八加 n 乘八减 n。 嗱，最重要就系认翻前面嗰个系乜？前面呢嚿咧系八，后面呢嚿咧系 n， 得唔得？所以就见到啦，前面加后面乘前面减后面，拆括号咧就会得到前面嘅二次方减后面嘅嘢嘅二次方，红色嘅二次减绿色嘅二次，所以就会得到64减